近日，网上曝光了一组赵丽颖新剧中的短发造型。一直以长发示人的赵丽颖，这次剪了短发，搭配可爱的小卷毛，简直萌翻了。一身职业装扮又显得非常干练，圆脸、杏眼搭配上小卷毛，赵丽颖简直美出了新高度。已经有很多网友都在打听如何做出同款发型了，足见颖宝的魅力。此次新剧的角色是一个久经商战的女精英，真期待颖宝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感受。为此，网友们围观评论道：“小机灵好俏皮，赵丽颖的美颜暴击。”